玉来看，对阮细汉时你着深深做念念。播之前哦，要准备一下啊、哦，准备。哟，今天做的比较可爱 ，cute， 当 rabbit 啊、哦、，rabbit 小白兔 ，rabbit。Is rabbit cute to you？ 啊、哦、，Is rabbit cute to you？ 哟，小白兔对你来讲是不是很可爱呢 ？cute，c u t e。今天小鱼有请假啦，小鱼很难得请假啊、哦，他有事要休息一下。小鱼每天都会看汤小老师的节目，然后他在帮我那个截图啦，就会每天都会把照片寄给我，很感动 ，I'm so touched 啊、哦。所以他今天早上跟我说，老师，我今天要请个假，我很高兴。为什么？因为不敢让他太累了，有时候人也要休息一下啦、哦、take a rest。Take a rest， 好，休息一下。Take a vacation。如果你 take a vacation， 一般 vacation 的话是比较长的假期。哦 ，vacation， 那 take a rest 就是休息，比较短一点。然后更短的是 take a break， 啊、哦、，break，b r e a k。像老师们在上课呢，我们上课的中场休息叫 break，b r e a k， 啊、哦、，take a break。Take a vacation, take a rest 啊、哦，不同休息。那因为时间长短不一样，用的英文是不一样了哈、哦。好，来欢迎我们好朋友。哇，今天是五月七号哦。Today is May 7th 啊、哦、，May 7th。Today is Monday 啊、哦、，Monday 啊、哦、，M-O-N-D-A-Y Monday 啊、哦，礼拜一。然后呢，你们现在收看的节目呢，每天中午12点。在 UP 独家直播、哦、我们的台湾万花筒，台湾万花筒呢也欢迎我们的贵宾、哦啊、能够主动报名参加我们呢节目的现场访谈、哦、你们可以当我的 guest， you can be my guest、哦、you can be my guest、哦、guest 是 G-U-E-S-T guest、哦、要参加台湾万花筒现场节目的朋友，同样的、哦、我们客服8253TC、啊、为你们服务，这个是我们客服的 LINE 啦、啊、8253TC、啊、大家告诉大家好，台湾万花筒我们呢节目的开始，来先来听个歌，听个内地的歌曲好了，好、啊、内地的歌一定是没有闽南语嘛，一定是华语对不对，因为谈到内地、啊、就是呢华语，来我爱你胜过你爱我，哇！
哇，这个好奇怪哦！哇，老师，这个明明有在充电哦，可是这个电呢越来越少。我看一下，剩下2%，2%，2%真的没办法播了，好可怜哦！哟，希望加油一下，把它播完。哇，真的友谊无价啦！我们10月份还一直送给汤轩老师飞吻。真的送了我的这个，真的是超感动的，超感恩的，真的是友谊无价。谢谢我们 Maggie 的好朋友了啊、哦！妮妮在这有收到哈、哦、，Maggie 的，你知道吗？我有一次哈、哦，总共花了1050元哦，真的1050。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呢，你们不是呢，后来啊，本来我们都是这样罐装的吗？哦，你收到你的罐装的话，它一个 box 刚好是12罐。结果你们有换那个不一样包装的那种的，有没有？结果要寄根本挤不进去，挤不进去怎么样？要弄一个盒子啊、哦！所以这一次呢，真的大失血。有一次呢，就是你的跟那个 Peter 哦，花了1050了啊，1050元。不过谢谢你啦，哇！你今天送我9个飞吻，哇！这个 Flying Kiss，哇，真的是友谊无价，谢谢你啦，马吉的。啊、哦，我现在在期待哈、哦，期待呢，我们6月份呢要去蒙古直播啊、哦，来预告一下，预告一下啊、哦，来6月份呢，汤林券呢跟10月孵化，我们一起呢要去蒙古直播啊、哦，然后呢5天4夜啊、哦，这是完全配合呢我们10月孵化的这一个这个端午佳节了，端午假期。哦，我们到蒙古，6月14号去到18号，14到18哦，请大家告诉大家啊，在这边谢谢，因为蒙古我也没有去过，I have never been to 蒙古哦，I have never been to 蒙古，所以呢，这一次因为10月孵化，他参加送牛币换好礼啊，所以呢，我们就哦10月孵化说老师那到蒙古，我说好啊，OK 呀、啊，反正也没有去过嘛哈，妈记得大家一起去走一走。啊，你联络一下那个房振东，你还记得房振东吗？哦，我跟他讲，今天跟他联络，看礼拜三能不能过去。他们是那个黑芝麻，好，你问他看看，可不可以过去？刚好看拍拍照。好，哦，他们这个有这样哈，那你会用吗？哦，就在手机里面好，也很方便。你是到他们的中心去的吗？对，要现场直接用手机输入地址，但是。运费的话是我们这边要先出，按运费加在那跟他收的，所以我没带钱去，所以等一下出发前要再给他130。好啊，但是130不要再跟他收了呢，这个4100不要再跟他收了呢，不然他可能会抱怨呢，什么东西？是因为我们出啦。对，按加在里面4100，等一下是130，我们这边现场要先付运费。是没关系啊，但是这样跟客人收多少也是收4100，对不对？对，这样就对了。对啊。你130是不是？我跟你130呢、是啊，哦，因为有时候有些人呢，一些小事我们没有注意到，他会误会我们，啊，误会有些人会不高兴呢。你不要说，有些人小事情他很在意，哦，有时候人很难做哈，人难做人。老师不是要找通讯行，我知道啦，
你要手机啦，你要找手机啦，对不对？我跟你讲，我把这个任务交给张经理去找。我跟你讲哈，我跟你讲，因为我哈，我有一只那个亚太了，我亚太哈，哦，亚太快到了啦。到时候我跟你讲，我的那个新的手机再给你了。哦，你也该换，我也该换手机了。对呀，哎，每天在直播，每天在直播哈，真的那个手机哈用得很快，你电都充不进去了。哇，十月复活，对呀，啊，所以要换手机的，叫我们赶快去找通讯行好了，我来努力来找了。哦，呵呵，我们亲爱的十月复活。我努力来找通讯行啊 ，I will do my best。你有没有认识的通讯行啊？你帮我们介绍一下。十月富华有没有帮我们介绍啊？哦，你送 UB 来换个手机，这也是很好的主意啦啊，哦！你说电都充不进去，那如果说一下子充啊，然后又没电了，很麻烦呢。其实这样很麻烦哦。刚不是充不进去了吗？对啦，我那一只好像也应该要换的啦，因为太老了啦 ，too old。是啊，我现在手上有四只手机耶，你们不敢相信呢，有四只手机，因为做直播哈，手机也很耗电，很凶哈。对啊，因为应该是比较旧了，所以手机耗电很凶。好，我再提醒张经理啦，哦。啊，如果我们找到，我们一定会第一个赶快通知你。I will inform you, or I will inform you. 通知 ，inform, I N F O R M, inform 就是通知哈。I will inform you 就是我会通知你啊哈。好，谢谢。对，十月富豪说看直播也很耗电呢哦。是啊，是啊。在大陆啊，月底才会。哦，他改变行程啊。月底才会。哦，好吧。是 ，OK， 他改变 change the schedule， 好 ，change the schedule， 就是改变这个 change 的改变嘛啊 ，change the schedule 啊，哦，你到期要绑约换手机哦，你到期要绑约换手机哦。好，我跟你讲啊，我那个亚太哈，到期是五月底啦，六月一号啦，六月一号就到期了啦。哦，六月一号是去地标通信最划算。什么叫地标通信呢，啊？那些我都不懂哎。那个十月富华，我那个手机也好，全部都是张经理处理的，那些我都不懂。什么叫地标通信？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地标通信呢。好，哦，哎呀，十月富华，你有没有理想的手机呀，啊？你自己有没有想需要哪一只手机？如果有的话，你跟张经理说一下，我们可以先去询问。哦，地标通讯就是通讯行，是不是？地标通讯，通讯行比较划算哦。好啊，因为我对那个手机 cellular phone 我真的都不懂。哦 ，cellular phone phone， 我都不懂了，嗯，随便，都是张经理帮忙打点的啊，哦。如果十月富华，你有喜欢什么样的手机？然后的话，你可以先告诉张经理啊，哦，我之前西马有一万折扣，真的，折扣到一万哦 ，discount 哦，这么好啊 ，discount。对，因为我知道你想说送 UB 换一只新的手机，你有跟我说了啊，但是手机那么多，啊，哦，一定要新的啦，不要旧的，旧的不好意思啦，跟你换一定要换新的。等于前四个月不用付哦，这样子哦，欸，这些我都听拢无哦，啊，因为我现在是亚太电信，我到期了啦，我可能要把它转台湾大哥大，或者转中华电信，因为我们有时候去外面做直播哈，哦，好像亚太常常都收讯不好，常常有这个问题啊，这个 problem。老师没有玩股票，没有呢，我对数目字没概念。哦，我已经退休了，哦，I'm retired， 千万不要叫我什么玩股票投资什么，哦，我现在只要顾身体，心态够好的话啊，啊每天快快乐乐在 up，哦，主持节目，啊娱乐观众呢，啊，博君一笑就好了，哦，
哇，老师很棒哦，谢谢啦，多谢你唔甘嫌啦，感恩啦。其实喜爱汤炫老师的朋友呢，汤尼老师的自传来这一本，赶快一个，在地养苦瓜有无？这本赶快一个，啊，外面买不到，我们在呢 UP 直播要用送的，只送不卖，为什么？因为外面根本买不到。很多人说汤炫老师啊，为什么买不到？因为版权在大陆啦，这是内地出版的。在地养苦瓜，汤泉老师的真实故事啊，怎么样索取呢？你如果能够在 UP 对不对，送一部车子给汤泉老师，那老师这本自传就会寄给你啊。这个是在地养苦瓜。另外，10月复法，我们晚上8点的课本换了，你知道吗？来，每天晚上8点的英文课本是这一本啊，这个 Learn English from Drama。Learn English from drama，谢谢啊！很喜欢听老师直播，听老师直播心情会很好。有时候半夜也会听老师的直播影片呢、啊，很有趣也很有意义哦。哦，谢谢海洋啊！哇，甘温，那你跟我是兄弟耶，我也是哎，Me too。为什么你知道吗？海洋，我睡觉哈、哦，啊都会听自己的节目哎，把它当成收音机呀、啊，啊边听就睡着了。哦，我便秘那天就睡着了，这还蛮好的功能的。那我们这要谢谢了，我们的志伟，我们工程师志伟呢是新竹竹北人，他只是高中学生哦，他把我们每一天的节目都有放到 YouTube 哦，所以欢迎大家欢迎。来，同样的，每天晚上8点，Tony Chen 教 English 啊、哦，如果呢你每天要学 English，希望呢有课本的话，同样的啊、哦，这一本呢。也可以呢，到我们 UP 来索取啊。那怎么样索取呢？同样的，只要送一部车子给汤林泉老师，支持汤林泉老师 UP 直播节目，我就把课本寄给你啊。大家告诉大家，谢谢。好，今天是礼拜一，对不对？哇，来，我们呢再来看看有什么歌，一起来欣赏。我若会唱的，我就帮你们唱。啊、哦，会唱的我就帮你们唱，啊，不会唱的就歌手帮你们唱。哦，来，这条难忘的人，来听听这一首《难忘的人》。苹果 iX 啊，苹果 iX 啊，好，我在跟张经理说，苹果 iX。我有情无恙。
谢谢哇！大家欣赏这首，哎呦，这哎呦 ，lucky 起来，难忘的人。我这个哈、哦、蓝牙麦克风哈、哦，我常在讲说还好是原版的哦，还有盗版的哈、哦。我看这样摔哈、哦，不知道是摔几只坏掉了，常常啊、哦、都不小心了、哦，因为这个、哦、椅子啊、哦、桌子都很小哦，啊很小，有时候不小心了、啊、东西都掉了，你知道吗？哇，还好它是原版的啦。所以的话呢，啊，怎么样摔好像不会容易坏掉，已经要用两年了还摔不坏啊。所以汤炫老师的经验告诉各位哈、啊，其实买东西啊，不是说一定要买便宜啊，像这种麦克风啊，这种比较哈、啊、这个高科技的东西，因为它是蓝牙麦克风嘛，高科技的东西哈、啊，那你一定要买那个品质比较好的啊 ，high quality。好，那汤炫老师呢手握的这支蓝牙麦克风，汤炫老师呢也热情的代言啊、哦、但是我代言的这一支蓝牙麦克风真的不便宜啊、哦、不便宜。如果呢你们呢希望呢用品质好的麦克风啊、哦、然后呢不小心摔也不会坏掉啊，不扎扎叫扎扎叫一种的好像小蜜蜂叽叽叽叽叽叽叽这样的啊、哦、有需要那你再跟汤炫老师说。好，怎么跟老师说呢？ LINE8253TC、哦、会为你们服务，再请大家告诉大家、哦、来，再来呢，我们来听一首呢内地的歌曲、哦、内地的歌曲，这首歌曲的话叫求佛拜不中。哇，金顶电池 I am Iron Man， 我的手机资费是多少啊？ 我手机资费要看哪一个呢？我资费有高有低耶，你要看哪一支？应该大概从800到2000。想再见到那个男人吗？800到2000。哦，所以老师，你手机资费是多少？大概800到2000之间。因为我现在有四支手机 ，I have a four。哦 ，I have a four set。Cellular phones， 好，谢谢，谢谢 Maggie 十月不好的询问，来求佛，这个是还蛮浪漫的一首歌哈、哦。朱木你好，欢迎朱木先生。
小的地方，我躲开无数个猎人的枪，掸走坟墓爬出的忧伤。为了你，我变成男人模样；为了你，染上了疯狂。为了苹果 IX256 啊。IX256 换了星辰，我们很冷不能再见面。我在昨天苦苦求了几千遍，愿意用几世换我们一世情缘，希望可以感动上天。我们很冷不能冷不能再见面。我在昨天苦苦求了几千遍，我刷60000 U 跟老师换哦，谢谢啦，十月护法，哇，十月护法都把价码开出来了，谢谢啦，谢谢十月护法。好，这个我把它记起来哈，这个张经理，你的苹果 IX256 啦，好，我们要去问一下那个啊，电信业者，好、啊，他可以刷6万 UB 跟我换苹果 IX256，哦，这个张经理有记起来了，哦，是张经理有记起来，他说空机市价大概3万出了哈、哦，好，我们让张经理去问一下啊、哦，老师的这个电信业者啊、哦，希望能够把它达成了、啊。哦，绑月就更便宜了是吧？哦，绑月就会更便宜是吧？好，谢谢你，谢谢，感谢你。哦，我应该想要换中华电信了、啊。我亚太到了，想要去换中华电信，我有这样想法。哦，因为我们好看爸爸照呢，发觉呢用亚太哈、哦，有时候呢要录影，常常那个信号都不 OK。哦、啊，所以要做直播就常常发生问题，想说把它换中华电信比较强这样子。好、哦，谢谢谢谢我们十月复发。我要来公布呢，我刚才有看呢，汤劝老师呢 up 直播哈、哦，哇，我们热情的这个观众啊、哦，我们的前十名，绑月手机差不多只要每个月付多少啊、哦？绑月手机只要。20000多少？这个是什么意思啊？22000就对了，是不是啊、哦？大概只要22000，是不是啊、哦？好，谢谢我来了解一下，这是苹果 IX256 了哈、哦。好，我找到了哈，刚刚跟十月富华您说，再次谢谢你。那我要呢公布呢，到刚才呢汤炫老师看的啊、哦，我的这个榜十啊、哦，分别是哪些朋友？有些朋友呢，他们呢可能改了名字，我也不知道他是谁啊。如果你们知道，让我知道一下哈。好，榜十是季哥哥，他总共送我了78829啊，这是榜十。榜九是龚燕，龚燕送80140。汤立炫老师的榜八是 Chenfish，Chenfish 我就很熟了哦、啊、，Chenfish 是台南的 Chenfish。他送了81131，榜七
榜七我知道是我们的志宏。哦，志宏的话呢，他现在改成嘿嘿了，那嘿嘿就是志宏，送了99840。榜六是彩彩，哦，彩彩，彩彩呢送了105132。好，榜五啊，榜五这位呢是女性啊，我们的小鱼。今天小鱼有跟我讲说，通灵老师，我今天要请假啊，所以他刚好不在线上，他又跟我说。小鱼是榜五啊，榜五总共送了106339 UB。再来榜四呢是河坝，河坝呢也是 UP 的主播哈，也常常会直播。河坝送了129723。榜三是怂 BB 来了，怂 BB 来了，这怂 BB 来了不知道是谁呢？你们有没有人知道榜三？汤秀老师的榜三是谁？怂 BB 来了，送了140064。榜二是赞赏袁启元，送了184674啊、哦，到榜二啊、哦，那排到榜二就好了。因为榜一呢，榜一是自己人就不排，不好意思，所以不公布榜一啊、哦，到榜二啊、哦，榜一是自己人啊，榜十到榜二是一家人，呵呵，这样子。哦，这样讲话才不会有语病呢。有时候讲话没有讲好，人家会误会，说榜一是自己人，那这个榜十到榜二呢，那是一家人啊，一个是自己人，一个是一家人啊。在这边谢谢海洋问我说，老师你认识陈雷吗？应该算认识，因为我们一起在秀场哦，这个登台过哦，所以应该是认识啦。 Yes I do。你用英文说你认不认识谁？ Do you know 陈雷？ Yes, I do、哦、是的，我认识。好，谢谢。现在的时间呢是12:28、哦、今天呢是5月7号、哦、5月7号。那这个汤立宪老师呢，这一次呢到湄洲岛直播，对不对？老师有请了一尊呢湄洲马祖、哦、来到我们台湾、哦、那这尊湄洲马祖呢也是要跟大家结缘、哦、它是纯金的、哦、你把它当成艺术品也可以，你把它当成呢神明来这个膜拜、哦、早晚烧香这都可以、哦、然后这尊呢这个湄洲祖庙我们呢是有执照的，有证书的金马祖、哦、只有一尊。这尊金马祖呢坐公车，坐 taxi 计程车，又坐大陆的这个高铁，又坐飞机啊、哦、然后又坐船，又走路啊、哦、才到我们台湾来。老师你问问可以，我准备刷7万。哎呦谢谢啦，十月孵化，你完全哦都把我的弱点给抓住了。你看一下，本来6万，现在帮我加码加到7万，你知道吗？你帮我加码加到7万，我的心肝蹦蹦跳。好啦，我请张经理进去看哦。你下次要去坐游轮啊？你要坐去哪里啊？十月富哈、啊、我知道你没时间，那小事情交给张经理处理就好了。哦，感谢你啦，谢谢你的爱心哦。你要一支苹果 iX256 哦，谢谢哦。你说老师我就刷7万给你哦，感恩啦。这个都是在做公益啦。哇，我拿到你的7万哦，我还给你哦，我就躺着就好了。因为我一个月的目标是10万，我10万哦能够跟公司交代就好了。哇啊，你一个人就要赞助我7万哦，我心肝呢吼蹦蹦跳，我要来努力，加油努力。我们的十月复访哦，这个麦吉的哈、哦，超知道汤宪老师的弱点，对我知道你没有差，我差得济，你知影无？麦吉耶，我差得济呢。哦，你也讲哦，赞助我7万吼、
我那个月就轻松的播就好了。我大概第一播哈，拢在想讲哦，啊，拢无礼物看要安怎，拢无礼物看要安怎，要安怎讲交代？哎，那心情呢、啊，压力很大呢。啊、哦，真的，再次谢谢十月富华啦。啊，你要坐游轮要去哪里呀、啊？你要坐游轮去哪里呀、啊？你下个礼拜有假哦。哦，游轮我坐过了，我坐过游轮。哦，游轮的话哈、哦，在这个游轮里面哈、哦，你要去日本啊、哦？我知道你要去冲绳，对不对？几天的 ？How many days？ 有，我知道那个是冲绳岛，那个他那个游轮哈、哦，然后呢，你们到日本的话不是会那个啊、出境吗？哦，那游轮在排好慢哦，因为他那个海关哈、哦、，customs 就到游轮，那就一个一个这样盖章。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改善呢？哦，我以前觉得好慢哦，真的很慢很慢呵呵。哦，看这次会不会比较快一点？哦，你不想下去啊？哦，因为你没有下去啊，所以你没有这个问题。我那时候坐游轮啊，我们是有下去。哦，啊，你们这个是不下去，不下去就在游轮里面啊。啊，游轮里面，我跟你讲，第一个吃真的吃得很好，真的吃得太好了，要运动。没有你三五天就会胖很多，因为他一天吃午餐，你知道吗？拿午餐你看哈、哦、，breakfast 早餐 ，brunch 早午餐 ，lunch 这个午餐 ，tea time 下午茶 ，dinner 啊、晚餐还有 snack 宵夜，一天吃六餐，然后呢都是 buffet 的啊，全部游轮里面都是 buffet。B-U-F-F-E-T buffet buffet 啊 buffet 就吃到饱嘛，那你想每天这样吃又没有在动，好可怕、哦、真的哦，所以你要运动，找个室友去运动啦，要下去改天再专程去就哦，你就纯粹坐游轮了哦， I understand， 然后你坐游轮那个泳裤带一下哦，到游泳池去，了解吗？那有外国妞啊，要主动一下啊，接去英文学一下啊。Did you need a couple drink? Did you need a couple drink? 啊、哦，你就帮他倒个饮料给他喝，那就可以搭讪了。那要有人跟你运动啊，没有运动胖很多。啊，如果你可以找一个人哈、哦，啊，跟你在游轮运动还蛮好玩的，因为那个船自然就在摇了，你知道吗？摇啊摇，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哦，这个是我坐游轮的亲自体验，真的。然后呢，游轮呢，他们到公海那个 casino 就会开放了、哦、有些人喜欢 casino 啊、哦、，casino 那公海就会开放 casino 啊，这是我的经验呢、哦，我的经验，我坐过游轮，坐过游轮啊、哦，也预祝我们十月复发，哇，这一次坐游轮，然后呢 ，happy 平安。不过你还蛮特别的，你说你都不下船哦，哎，你在那个游轮哦，这个太多天了，人会动没掉，你怎样好不？要没有看到陆地，好奇怪哦，哎，人真的很有趣哎，我记得我那时候坐游轮的经验，因为我也去是 Okinawa， 然后我是参加那个我记得我那是宝瓶号的哦，宝瓶号，来，我还做了一则新闻呢，我来看，应该还在。英语新闻报，我还在游轮采访呢，我现在来找一下，我记得是宝瓶号，那上回是跟我儿子去的啊、哦，我这个儿子现在胖好多、哦，这个来我看看 ，Tony Chan， 我看看游轮哈、哦，我看看游轮，看有没有办法把我在游轮采访的东西给你看，哦，有对，对。哦，五年了啦，五年啊！我这儿子啊，五年来胖好多。我们英语讯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记得探寻目前的位置呢，是在地心游轮的宝瓶星号，目前呢是在十二楼的夹层哦。我们来看看呢，从呢这个十二楼的夹层呢往外看哦，可以说是呢相当的这个美观哦。我们能发现到呢，目前这个船只是呈静止的状态哦。为什么会呈静止的状态呢？其实呢，因为在宝瓶星号呢，它是设有这个 casino， 就是我们呢台湾人所说的赌场。
那呢，如果说呢，这个宝瓶星号进入了呢我们台湾的领域的话呢，这个赌场就不能关，就不能开了。那当然我们知道呢 ，casino 呢是呢宝瓶星号呢很大的财源哦，所以呢船只呢就这样停住了。其实呢，大家这边停的时间呢，大概呢，要有从现在开始算的话，以现在来讲的话呢，是我们台湾的时间，大概呢中午1点钟，然后呢。大概呢要到6点钟的时候呢才会呢再继续的前行，然后在我们台中台湾的高雄港停下来。这就是在宝瓶星号为什么现在停住的原因。那我们呢往前面看呢，这个是一个餐厅哦，这也是在12楼甲板上的一个餐厅。好，这个船头我们看到船头，哎，这边也看到了呢我们的这个篮球场。我想呢台湾人很喜欢旅游，但是坐游轮的旅游呢对大家来讲呢是比较新鲜的感觉啊。当然呢每一次的旅游经验都是人生呢非常难忘的经验。我们可以听听呢在宝瓶星号坐游轮旅游的朋友们他们的一个心得是怎么样，也可以提供你下一次呢在做国外旅游的时候一个参考。哎，我们呢这个往甲板来看。你好先生，打扰一下英语新闻报。你好，你好，你是坐游轮旅游是不是？对啊，对啊。哦，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游轮停了下来？你知不知道这原因？哦，是公开吗？主要就是停下来，因为宝瓶星号里面是设有赌场。哦，对、啊。对, 啊、对, 对，那这个时候呢，因为这是在公海，所以呢，就停下来，然后呢，给喜欢在 casino 玩的这些朋友呢，在那边尽情的这一个。玩哦，你有进 casino 去玩吗？哦，有哎、欸。哦，你有到赌场去玩？有啊，有。有赢还是输？哦，差不多啊，跟差不多打平吧。打平了、啊，好玩就好了，就对了。对对 对, 对, 对。哦，那请问先生您贵姓？哦 ，Jason。Jason 啊，住哪里呢？台湾的台中。哦，住在台中哦。那这是你第几次搭游轮呢？第一次。第一次哦，对啊、那我想的话，搭游轮的话跟坐飞机是不一样的。你为什么会选择搭游轮的旅游呢？想说没有坐过游轮来坐看看吗？体验看看就对了。对啊。我想很多游轮的观众都跟你一样的心情哦。那能不能分享给我们英语熊猫的观众朋友，坐游轮啊，它有没有什么让你惊喜的地方呢？游轮哦，吃东西都非常的有气派啊，然后服务都不错。对对对，然后还有音乐可以听，这样子有美丽的音乐，很悠闲就对了，蛮休闲的了。对、啊，你自己有没有增重呢？因为听说在游轮都是吃到饱的 buffet 嘛，有没有增重？有啊有啊有啊，有增重的哈、哦，稍微的。那我们知道烈性游轮呢，在游轮的这个领域里面是非常有名的。那当然，他们好的地方大家都知道。那你以为这个旅客哦，他们还没有改进的空间呢？你们觉得什么地方可能可以安排的更好的地方？那可能是就是要像去日本的时候，可能那个让乘客等太久了。哦，就是要下船的时候，对 对, 对。到日本 Okinawa 嘛，是不是？对 对, 对。冲绳线等很久哦，那大概等了多久？哦，1个小时半吧。大概1个半小时啊。那你们在哪边等呢？在那个。甲板上等，甲板上等，哦，就大概等1个半小时哦。所以呢，对旅客来讲是比较久了，因为我们知道呢，它有一些自费的秀哦。其他的秀有分两种，自费跟免费的。哦，您觉得这个免费的秀怎么样？免费的秀还不错，还不错，值得看。对啊，对啊，因为它免费的嘛，哦。那如果自费的秀呢？自费的秀你觉得如何？都差不多哎。值得花钱去看吗？还是觉得不值得？看免费的就可以了。看免费就可以了。哦，为什么呢？因为觉得免费就够看了。免费已经够看了吧？对啊，花钱那感觉没什么，浪费钱。是觉得是浪费钱？对。因为免费的秀不会比自费的差嘛，是不是？对啊，对啊。对啊，是这样的感觉嘛？对对对。了解，那也很谢谢您提供给我们英语新闻报这个观众朋友，下一次呢，如果要再做游轮之旅的话，他们也可以有一个参考。是不是？ Okay. 那目前你在12楼的甲板上嘛，对不对？这样一远看去，哇，可以说是，以前讲海天一线嘛，海连天，天连海，
这样的感觉是怎么样的心情？海天一线，好有大海的感觉哦，很大海的感觉，很舒坦的感觉就对了。嗯，好，我们再次谢谢了 Jason， 接着记者汤立宪的采访报道，谢谢您。不客气，谢谢，拜拜。哟，谢谢啦啊！我刚好找到哈这个采访哈，对呀、啊，其实有时候我们到处采访也蛮特别的，为什么哈？因为的话可以呢保留了人生的记录啊。那斯威夫尔问我说，被采访的人是谁啊？我不讲呢，他是我儿子吗？买善呢？我那一次呢做保田信号就是跟我儿子过去的啊。我刚才看那个时间已经五年了，他现在胖好多。现在哦，快80公斤了。我一直跟他讲，莫搞肥肉去啊。他立志说要减肥给我看呐、啊。哦，真的，那时候他大概70，大概68吧。但他身高蛮高的，快180公分。哦，那时候真的是风流倜傥。五年之后呢，哦，真的是身材整个变形啊、哦。在船上吃饭是不是要穿得很正式？我觉得应该这样子啦哈，基本上因为呢会有外国人，所以我觉得就不要太随便哦、基本上哦，你说穿一个皮鞋总不能穿个拖鞋不好看哦，穿个皮鞋上面穿个衬衫哦，穿个西装裤这样子哦，正常应该是啦， I think so， 因为他们的餐厅、哦、都有服务员帮你服务了、哦、所以最少不要穿个拖鞋，你也会觉得不得体、哦、会觉得不得体这样子，当然不至于到穿西装打领带啦，因为那么热这样子、哦、然后呢你看这个刚才那位贵宾有讲有没有，他说排多久，他排了90分钟、哦、还好啦，我们十月富华说你没有要下陆地、哦、那你没有这一道手续，我们那时候就是觉得哦，等太久了，啊、哦，然后呢，casino 的话，它本身是在公海才打开了，所以它有时候呢，它会在公海就是禁止，哦、啊禁止，然后呢，让人家去玩 casino， 他说只有一个自费的船长哦，船长的套餐要穿正式的服装哦。他们有时候会特别跟你讲哦 ，formal dress， 我们英文的 formal dress 或 casual dress，formal 是正式的 ，f o r m a l formal， 那 casual，c a s u a l casual 是比较休闲的哦 ，formal dress，casual dress，formal dress，casual dress 啊、哦，那你叫什么？十月复法啊、哦，我们欢迎文喜进来啊、哦，文喜也在经验分享。你可以带一两套正式的吗？一两套正式的哦。啊，如果有需要 formal dress， 你就穿一下 formal dress 啊。那当然呢，泳裤啦、泳衣啦，哈、哦，这个泳帽一定要戴了哦，因为那边一定可以游泳的啊、哦。Sure 啊、哦。然后的话。在那个游轮的话还有一个特别，就是它有很多演出、哦、他们演出很短， 我记得好像每一个表演半个小时而已，半小时到40分钟，然后他们有那个 schedule、哦、schedule 啊，不同的地方、哦、一厅一厅的啊，你就可以去看表演、他们也不会让你觉得无聊啦、嗯、然后当然呢大家都在游轮嘛，如果呢有遇到心仪的对象还是要好好把握啊！谁知道姻缘千里一线牵嘛，对不对？如果呢看到谁来电了哦，还有自己好好的把握，对不对？啊、哦，哇，还有自费的成人秀啊！这个我游轮里面有自费成人秀，我倒不知道哎，真的有吗？啊！本周二到星期五带有学生请假，因为要比赛哦。哦，哇，哇，他请假，
比赛要请假。哦，好。因为出国比赛这样子，本周星期二到星期五带学生请假，因为要比赛这样子。因为我知道他是有一个比赛哈，我待会再想这个事。有时候啊，我们学生要请假，对不对？我们也是伤脑筋，该不该给学生请哦？这个也是伤脑筋，这个理由好像很奇怪。好，来，还有自费的成人秀，晚上十点以后就有了。真的、啊，这个我倒不知道呢。你是坐哪一个游轮游啊？你有去看吗？有的哈、哦，有的讲那个什么成人秀哈、哦，就是什么人家说什么雷大雨小啦，其实、啊、外面弄得怎么样？结果你去看什么嘛？不下面啊？哦，来文喜，你是坐哪一个游轮看的？哦，你没有去看，你听人家说的。他那个成人是到什么地步啊？成人哦，其实有些只有到 Topless 秀啦，嗯，就是上空 Topless 秀。你是坐立新游轮啊、嗯？我觉得可能最多到上空啦，但是到成人。成人，你们的成人跟我的成人可能定义不大一样吧？不是，汤立倩老师啊，汤立倩老师听到成人这两个字，因为我留学美国哈、哦，我是美国俄亥俄州芬特兰大学英语教育跟双语教学双科硕士啊，我们的成人秀跟那个跟你们的成人秀的观念很不一样。如果是 Topless 秀哈。哦，我们的上空的英文叫 Topless， T-O-P-L-E-S-S Topless， S-H-O-W Topless Show。 如果是 Topless Show、哦、这个没有被列入成人秀了。那我们讲到成人秀、哦、就比较不一样的想法、哦、那你讲 Topless Show 可能会啊、哦、因为 Topless Show 在国外那是个艺术。台中有一家那个也是秀场，那个叫什么，在七期那家很有名的，那家叫什么，哦上空秀，我朋友有去看，1500不值得看。对啊，我就觉得上空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那上空干嘛，对不对？对啊，所以上空秀要花1500不值得看。我觉得有些是值得看要去看啊，那不值得看就不要看。像我记得我到澳门有一个水云天那个秀是值得看，那澳门也有那个 Topless 秀、哦、我有去看，可是我觉得不值得看。对，而且你一进去觉得很无聊这样子 Topless 秀、哦、但是澳门的水云天是值得看，主要是它舞台马上会变成一个海洋，这个还是蛮高科技的、哦、本来是舞台嘛，变成一个 ocean、哦、所以值得的话大家告诉大家啊，不值得也不要花那个钱。那有些呢就是照片在吸引人啊，结果你进去看嘛，下面嘛不、哦、来大家做个参考啦、哦、但是呢这一次呢要祝福、哦、我们的十月护华、哦、他呢要去做游轮4天、哦、enjoy your trip、哦，享受你的旅游，叫 enjoy your trip， enjoy your trip、哦、享受你的旅游。来，我们再来听歌，要听什么歌呢？来，我们来听呢，心疼好吧？哇，如果看不值得看的秀，会心疼，对不对？心。
哟，谢谢谢谢啊、哦！欣赏这首呢，心跳啊、哦，心跳。好，这个现在收看的节目呢，每天中午12点啊、哦，在 UP 独家直播，童林劝为你主持的《台湾万花筒》啊、哦，我是童林劝老师。今天呢是5月7号，礼拜一。Today is Monday 啊、哦、，Monday 啊、哦、，Monday Monday 是礼拜一啦哈、哦。然后呢？一个小时的节目也很快接近尾声了啊！老师呢，要再次谢谢大家对汤炫老师 UP 直播节目的支持，感谢哦。为了感谢呢，你们今天的收看，汤炫老师亲自为各位唱一首歌，来当了我们今天节目的 ending 曲啊。这边谢谢林玉林、房奇斌、周静心，谢谢你们进来啊。来，这一首 ending 曲呢。苦酒满杯，这个苦酒满杯啊，还有一首歌呢，可以说呢都非常的轰动，谢谢真的。另外一首歌呢，汤炫老师也会唱，同样的带给大家。美酒加咖啡，美酒加咖啡，谢谢。美酒加咖啡，我只要喝一杯，想起了过去。又喝了第二杯，一直到爱情像流水，管他去爱谁，我要美酒加咖啡，
再一杯。我并没有醉，我只是心儿醉，开放的花蕊，你怎么也流泪？如果你也是心儿碎，陪你喝一杯，我要美酒香咖啡，一杯再一杯。会唱一起唱好不好？美酒加咖啡应该很熟啊。美酒加咖啡，我只要喝一杯，想起了过去，又喝了第二杯。你知道爱情像流水，管他去爱谁，我要美酒加咖啡，一杯再一杯，一杯再一杯。谢谢。哇，这首美酒加咖啡，谢谢你们热情的掌声，谢谢你们的鼓励啊！喜爱汤炫老师 UP 直播节目的朋友，我们晚上八点钟再见喽。晚上八点钟的节目呢，我们叫汤丽炫教 English。谢谢，谢谢大家，午安哦，晚上见，拜拜。他有时要休息一下，小玉每天都会看。